的生命从不为谁后悔，陪你浪漫燃烧直到熄灭，珍惜生命中的每次眼泪、有天我会勇敢不再哽咽，而我盲目的追，低头妥协，想保护着谁？我想许愿，拥有你的明天，我只想再活一遍，每一天都能笑面对，生命总会有机会，而你准备嘿，你要干嘛啦？你要干嘛啦？你没事吧？谢光临，谢光临，黑糖可可馒头好吃哦，记得下次来尝试一下哦，拜拜。那你在看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啊，我觉得小郭今天看起来怪怪的。
好像有什么心事。是要什么心事？他明后天就要跟夏婷出去旅行哎。嗯，你不会又吃醋了吧？你就关心他，关心我。我每天除了睡觉四小时以外，剩下的时间不是在陪你，就是想你。那睡觉的时候嘞，有没有偷梦到我？那我有出现在你梦里吗？有啊，而且你还跟我说你要跟我出去玩两天一夜。好啊，你说了、啊、嗯，说话算话。嗯，明后天跟夏豪林他们 double date， 明后天公休。公休？不用公休，我叫就地来上班就可以。好啊，我来安排，你说了算。那我来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。美食，找美食。哎，法式套餐，哎，很浪漫呢，要吃要吃。哦，终于到了！我靠，这好像巴厘岛哦。怎么样，没去过了吧？去过啊。那你以后只准跟我去。那员工旅游怎么办？员工旅游也要带我去吧。看你的表现咯，机车。我先 check in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先拍照啦。啊？拍照、啊。快来、啊，来啊，来拍照，快，快啊！难得出来玩呢、欸。一二三。哎、欸，开心一点好不好？出来玩，耶、yeah！ 好、啊，可以，可以。三哥，我给你拍。嗯。你好。你好，是向先生吗？哦，嗯。这是您的房卡。谢谢。那麻烦帮我填个资料。哦。里面的。谁啊？小顾，怎么啦？你不喜欢这里环境啊？没有啊，这边很漂亮。去。我们去看。好啊，走，走啦，我们先上去哦。走啦。是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你们都只有双人床，没有两张单人床的吗？对，我们房间都是双人床。好，谢谢。不会。先睡这里就好了，那个床留给你睡。向浩庭啊，好像忘记带泳裤哎。那附近有没有卖泳裤？我去看一下好。附近好像蛮漂亮，你可以稍微逛一下。我。钥匙留给你，晚一点我就回来。志刚哥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他问我是不是怕他，但我没有。
我很喜欢和他待在一起，也很喜欢看着他对我笑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只要他越是对我好，越是靠近我，我就想躲开他。对，这就是爱情啊。他会这么做是因为他很在乎你，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跟他说啊。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相信自己内心真实的感觉，勇敢跟着你的心走。差不多啦，可以去吃饭。我真的真的好喜欢你，有了你的每一天，我好快乐，好快乐，美好到好像可以拥有一切。对不起，我推了你。我从来没喜欢过人，所以我害怕。我不知道自己有哪里可以值得被喜欢。对不起。你从现在开始不用怕。愿你在这里。是你完整的梦。哎、欸，今天是我们出来玩哎、欸，你也应该放个假吧？嗯，啊，你要去哪？你要去那边？你去啊，嗯，当自己家。真受不了你哎！喂，都已经7:30了，下午厅为什么还不来啊？
哎，讲认真的啦，你不觉得他们今天怪怪的吗？我从一进饭店，我就觉得像挺闷闷的。出来玩，随心自在点。来，不要挑食。哦，不要。我喂的。啊。不对啊，这家餐厅是夏华庭特别预约的，他再不来，他是要吃什么？思慕翔同学，你从坐下来到现在一直啊好啊好啊好的，你到底心里有没有我啊？你再这样下去，我要去隔壁坐坐了。好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吃嘛。你干嘛？没有啊。明明就有，还说没有。很痒哎、欸。你是不是吃错？很痒。没有。爱吃醋。那是我习惯。唉，好舒服哦！真希望今天有48个小时。幸せ。你当你在拍广告啊？哎、欸，你懂屁哦！这是浪漫，好不好？浪漫。对啊。我帮你啊。嗯。舒服吗？好。哎、欸，我们去环游世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们可以去非洲看大象、长颈鹿，然后去冰岛看极光，去北极看企鹅，或是去那个西伯利亚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北极没有企鹅，南极才有企鹅啦。哦，不要笑我啦哦。真的不知道你怎么考上成功大学的？用心考上的。用心考上，确定吗你？哎呀，啊，开个小玩笑就闹别扭了。来来来，来秀一个，秀一个。妈妈别标气了吗？我问你哦，嗯，如果现在你可以选择一个地方去，你想去哪？只能选一个地方哦。我想跟你回房间。不要，什么不要？我不要，我回房间啊。想睡觉？对啊，这么早就想睡觉？想睡觉不行？不行。去吃早餐，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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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。那你想干嘛？我想要今天整天就一直抱着，哪里都不要去。
小布，快看，错了。他有跟你说他买车吗？志刚哥，我先走了哦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这台？我爸妈买给我的啊，他们说我这样通勤比较方便，可以去火车站。好帅哦！嗯，可是你不是没有驾照吗？嗯，哦，热腾腾的哦，刚刚早上才考到的。嗯，阿布就很厉害。那当然啦。我帮你戴安全帽。好。雨变好大哦。那还要骑吗？当然要啊。你不觉得下雨天骑车很浪漫？你是我想要第一个载的人。走啦！可是这样车子不会坏掉吗？怎么可能？上车。走喽！好，走。这天气真的很像你耶。为什么？说变就变啊，晴时多云偶阵雨。希望等一下不要再下了。相信我，绝对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太阳就在后面啊。中壢跟台北真的好远哦。好了呀，我是担心你又在那边找借口说什么没时间读书。有可能哦。报警。好啦。红色外套你带走，当所有